叫杨小叶，我来自中国的杭州，然后我现在的 tutor group 是 year 八年级的 S 班。父母选择罗婷是因为他们觉得，罗婷就不论，是教育或者是学校设施还有活动都是很不错，而且活动都很有很大的丰富性，而且这里的环境也很好，然后天气也特别好。就是觉得这个学校还是特别大的，然后不管是装修都还是蛮好看的，然后学生跟老师都特别友好。这里最喜欢的学科应该是数学吧，因为这里的数学还是蛮简单的，而且老师讲课也讲得蛮不错的。然后这里作业的话一般就是每门课大概基本上都会一周会有一项作业，然后是会给你差不多一周的时间去做。我一般都是在每天就是会有一个小时作业那段时间当中做的，做作业的时间还是蛮充裕的，不会来不及的这种情况。就是食物还是蛮丰富的，有正餐，还有像一些面包、蛋糕、甜点这种东西，然后水果也特别丰富。然后就平常中午的时候是会有一个马来西亚的厨师会做一些那种类似那种东南亚风的食物，蛮好吃的。我现在是在 house， 然后里面的人都特别友好，就是经常会来跟你打招呼或者找你聊天找你玩。然后老师也经常会安排一些活动，像一些运动啊，或者做一些好吃的这种之类的，还是蛮有趣的。一般晚上的话，我就是会先联系一些父母或者朋友，然后就可能做一些自学的一些东西吧，然后主要还是看看手机休息一下或者睡觉什么的。然后周末的话就是老师就是会有去购物，就会去超市还有那种商场就去买一些东西，我经常会买一些吃的什么的。对，就是罗婷呢它是会有很多额外的一些课程，就是有像马术、高尔夫或者那个曲棍球，就是各种各样活动就是你是可以额外报名的。然后我的现在话是报了一个羽毛球，然后打算后面再继续报高尔夫，还是蛮有趣，就活动还是很丰富的。我现在为止最喜欢的话应该是学校的一些环境吧，就是同学呢就是也特别友好，然后设施特别好吧，应该说是。对，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me. I hope I can see you in the Roedean.